欢迎观看 DJI 入门教学视频。本视频为您介绍 Spark 飞行器主要组成部分。在 Spark 机头前部是 3D 传感系统，它由红外传感器组成，在适合的条件下可以感知障碍物。 3D 传感系统下方是两轴云台和相机，两轴云台为相机提供稳定的拍摄平台，使您的拍摄画面稳定流畅。相机则是拍摄相片或视频的核心部分，俗称摄像头。云台相机是非常精密的部分，在平常使用中也需要保护好。在飞行器底部有一组由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组成的视觉系统，它能为飞行器提供对地高度参考，并使飞行器精准定位。视觉系统后方则是智能飞行电池，它可以提供最大16分钟的飞行时间。电池的四个 LED 灯是电池电量指示灯，方形按键即是电池开关。揭开飞行器尾部盖板， Micro USB 接口可以用于充电或固件升级。Micro SD 卡槽则是安装高速 SD 卡储存您的拍摄影像。飞行器四个机臂底部分别有一个 LED 指示灯，靠近电池的两个指示灯是飞行器状态指示灯，靠近云台相机的两个指示灯是飞行器机头指示灯。机臂指示灯上方是飞行器的电机与螺旋桨，为您的飞行提供充足动力。感谢您的观看。